到了一座博物馆。当然，我对于这个博物馆呢，向来这个兴趣不大，尤其是花钱的。因为博物馆这个东西呢，我始终认为在网上就可以看，用不着来这面。但是我有点口渴了，还是不错，这个地方不错。嗯，它这个风格你看，又是一变，又是一变。这个布拉格真是接受了很多种建筑风格啊，它不是一个单一的。你看这边是它那个城堡，这你看这明显是哥特的，和它周围这个波西米亚的又形成了对比。走了，这边有几个军人。